尽几次路，无论受尽多少风霜，无论再要奋斗几次，才共你道得彼岸。为你实现万千美梦，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，宁愿奋斗到百千次，闯出幸福多謝大家，大家好，輝哥好。頭先嗰只歌咧，大家都好熟悉嘅《奮鬥》，咁啊係輝哥揀嘅。頭先你哋好似又好抵死喎，又玩我啊？冇啊。點解成日都喺台前玩我嘅啫？唔係，關我事啊，黃沾咋？唔啊，黃沾玩你同我係嘛？係啦。咁你係咪想同我跳 Tango 啫？啊，發達啦！不過唔係呢件衫喎，佢哋仲要揀嘅喎。係啊係啊，揀最尾出場嗰件衫。咁你一陣同我跳 Tango 係咪？好啊好啊。係咯喎。嗱，即係咩？最尾之後。因住睇唔到路啊，輝哥。三個頭嘅顧家輝今晚出現啊！喂，咁又好啊。不過咁樣嘅組合咧，係只有阿輝哥同阿詹叔先至做得到嘅，所以大家非常之幸運，我亦都好幸運，有機會可以參加今日呢個盛會。咁所以咧，幾隻歌咧都係佢哋揀嘅。頭先嘅《奮鬥》，跟住呢隻歌咧係阿詹叔揀嘅。咁我就奇怪啦，做咩佢揀咗一隻咧唔係佢自己寫詞嘅歌？咁你又話下啦。我一向做人公道噶嘛，你估好似顧家輝咩？即係點啊？呢隻歌詞咧就我個 friend 好好嘅朋友鄧偉雄寫嘅，係非常之好。呢隻係佢處男作，所以你將處男作讓咗俾佢。佢因為輝哥隻旋律我好中意，咁啊特別你又唱得咁好，咁唔介紹好似。唔得嘛，冇理由淨係揀啲黃沾寫詞嘅歌嘅，係嘛？嚇，咁唔緊要啦。不過我好八啫，我想問一下咁啊，詹叔，咁你嘅處男作係俾咗邊個啊？俾娃娃咯。係邊隻歌啊？迷啊！迷，聽過未啊？冇人識嘅，完全聽過未啊？未啊，嗬？未聽過。完全唔流行嘅歌。
啊哈，哦，咁啊好，咁而家我就唱呢一首歌，大家都中意听，詹苏柔中意听，辉哥更加中意听，《春雨幻道》，多谢。住咧呢一首歌咧，又系唔讲你唔知嘅、哦。我谂今日咧有好多嘢都系唔讲你唔知嘅。Thank you。咁我话俾你知，呢一首歌咧，我好细个嘅时候就学噶啦，因为我以前好中意听啲黄梅调，我中意凌波啊，中意郑庭啊，呢啲都系我嘅偶像嚟嘅。所以一有钱咧，就一套一套嘅嗰啲咁啊，嗰啲蓝色、绿色啊、黄色嗰啲大碟咧，就买翻去听。咁啊，从来唔出去玩嘅，中意听歌嘅。咁呢個歌學咗好耐，但係都唔知係輝哥寫嘅。咁今日咧，佢就話 Jenny 呢一隻歌
今次你幫我唱啊！我話好啊，我都好想俾大家知道，咁好聽嘅歌一定要俾你知係輝哥寫嘅，大家都識嘅，都知嘅，教導，多謝。蝕底啫 ，thank you， 非常感謝 Jenny。問世間是否資產最高，或者？另有高處未見高，在世間自有山比此山更高，待我心世間始終未到，一生我比你一山高，真愛有比天高，千百樣好中不知边个高，或者绝招我抗易老，但我知论爱心找不到更好，待我心世间始终美好。
同意依路，但我知沦为心找不到更好，爱我心世界始终美好，爱我心世界始终美好。同埋你哋喜欢嘅歌声一齐合唱《沧海一声笑》。沧海一声笑。